风暴中的七一，咪话冇可能啊！每年七一，大家都喺烈日当空之下，用脚步同汗水表达不满，有时热到记者都傻下傻下。但系天气不似预期。天文台话，热带风暴温比亚由菲律宾吹嚟香港，预计会带嚟五至六级强风及狂风暴雨，可能会刮三号或以上风球。游行期间好大机会有狂风暴雨啊！吓，咁大镬，咁七日咪要落住雨游行？嗱，民阵就有应变方案。如果听日十二点半仲挂紧八号波或者黑雨，游行就会延期下个礼拜日。但是民阵代表就会风雨不改由维园出发。如果行行下，天文台先预告挂八号波或者黑雨，就会取消终点集会啦。不过游行就会继续，直到天文台正式发出警告信号啊。